这就是男人征服世界的资本，宁夏的枸杞鲜果。据说当年李元昊打天下的时候，就是靠宁夏当地的枸杞鲜果给他的战士补充体力，所以它是男人的好东西。都知道啊，枸杞的好处，吃了它能够让你更加的男人。我现在呢，就是在宁夏枸杞的发源地中宁县，这里的头茬枸杞现在已经全部都成熟了，非常适合榨汁，很多男人都没有试过它的作用。我们现在把这里新鲜摘下来的头茬枸杞呢，全部会在6小时之内送到我们的工厂，把它榨成汁，就这么一小袋，相当于300粒新鲜的枸杞。在外面啊，这个枸杞原浆可不便宜，因为它在制作的时候不加一滴水，不加糖，不加添加剂，也不加任何的防腐剂。枸杞里面的营养成分呀，非常的丰富，它有大量的氨基酸、枸杞多糖、甜菜碱，还有女性同胞特别需要的黄酮以及维生素的成分，所以喝再多的枸杞泡水也不如一包现摘现榨的枸杞原浆。如果你觉得现在生活压力大，工作压力大，建议您喝一些枸杞原浆。人到中年，真的要对得起为你拼搏了半辈子的身体，它好你才好。外面一包的枸杞原浆呀，真不便宜，你在阿波这里，我们3大盒只要99块钱。另外阿波呢，再给你加5包的试喝装，试喝装喝着你满意就把它留下，不满意你可以申请7天无理由。所以我们的枸杞都是从宁夏的产地为您带来的新鲜枸杞原浆，赶紧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，把新鲜又好喝的枸杞原浆送给你至亲至爱的人吧。